起班了，我回来了。 你干嘛去了？不是，下次拉快递去的嘛。拉快递去了？对呀，你看你这天天工作的，老是跟我说你脖子不舒服，你买个颈部按摩器。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你看，你放在这脖子这里，哎，你看就这个，你看它是六轮的。哦。哎，可以让你。哇，好舒服呀。舒服啊，你的颈部僵硬的肌肉。这个地方越堵，人就越容易累；这个地方就是颈椎，有事没事一定要多做做颈椎，颈椎好了，人也会轻松很多。 想都不要想，赶紧买！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呢是补贴给大家。今天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，大家如果觉得好，买它。现在我们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不买一包退。赶快点击下方查看详情，抢购吧！